Hello， 我是 Kylie 啊。今次我在便利店找到几款新推出的雪糕雪条，不知道哪款最好吃呢？喜欢吃花生酱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款 Skippy 花生酱脆皮雪条啦。试一下先。虽然呢是朱古力脆皮，入面呢就是花生酱雪糕，都挺香厚。这款珍珠奶茶雪条和宇治抹茶白玉雪条都是日本直送的。再试埋呢款台湾嚟嘅森永牛奶糖雪糕啦，上面有焦糖酱同埋脆脆，好重焦糖味。边个话雪糕雪条一定系好甜啊？呢款嘅超酸柠檬糖雪条就系例外啦，试下先。哇，好酸啊！入面咧仲有啲白色嘅柠檬酸粉啊。除此之外，仲有流心炼奶雪条，同埋两款生朱古力。click入来闻睇下边款最好食啦。Yoo-hoo!